好，大家中午好啊！那么开始我们今天的讲解啊。整体的话，市场率的波动啊，还是市场的波动率吧啊，还是偏低的啊。美元、欧元基本上还是保持在一个很低的一个波动啊。昨天我们解盘到现在，以及到昨天晚上啊，上下可能也就20个点左右啊，非常小的波动。这个的话我觉得正常啊，市场的话整个它现在就是在等待嘛啊，等待整个市场的一种爆发性的一种行情。那么之前的话也讲了啊，因为市场预期嘛啊，就是什么叫市场预期，就是比如说像美联储的这个下一次的会议啊，市场预期的话它依旧会降息，那这个预期其实基于的啊，都是基于在这个所谓的这个数据层面啊，因为通胀啊不达到这个达没有达到这个2%啊，那么之前是1.6%，所以它预期还是很高嘛啊。当然了，这周的话可能后天吧啊会有新的通胀数据啊。当然，我觉得即使上一次降过息啊，即使它对 PCE 的数据有所刺激，当然也很难说通过一次降息啊 PCE 数据就能走到2%，这个应该是几乎不可能啊，所以市场现在依旧降息的预期非常的浓厚啊。好，那昨天的话我们说了一下关于黄金的看法啊，当然有人说并没有做，因为昨天晚上我是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啊，虽然它是最后拉升到我们说过拉升到可能40附近吧，但是形态上它并没有末端的那个下跌行情，所以我觉得形态不太对啊，这是一个我的一个看法，所以我就没有再去做啊。那我觉得今天和昨天的思路也是一致的，就是说它可以把昨天的那个拉升啊当成是一种调整啊，你看早盘的话基本上又跌回来了啊，早盘刚才现在的话到35附近吧，跟昨天的那个日内的那个高点啊，就是昨天拉升之前的高点也差不多在3435附近，对吧？那么基本一样啊。那我觉得我今天的思维和昨天还是保持在一致的，就是说如果今天我觉得它下跌的时候，给我感觉它可能下跌的或者调整的力量已经结束了，那我可能还会考虑去买入它啊。所以还是看市场吧，因为昨天那个震荡的那个走势吧，我是很难判断那个方向，所以它最后还是拉起来了，但是它没有稳固嘛啊，所以白天的时候又今天早上起来又下跌下来了。而且的话呢是这样啊，就是说它正常，我们先了解这个调整的意义，就说这个调整意义我更多的认为它是不希望有人去介入多单啊，所以它呢不断的在可能通过一些横调啊上下的洗盘，对吧，去让我们之前就是保持想去做多的人还是不敢去买入啊。其实上周五的时候已经发生了一次啊，然后等于这周又发生一次，对吧，它还是这种状态啊，所以我们还是要找时机。当然了，如果都没有时机，那就等高位做空啊。我们之前已经说过，其实现在去买入的话也都是一些短线的机会嘛啊，只是说有时候我们假设1555那位置还要破，那么它当然它走到一个合理的位置，形态也符合的话，那么它是有一定空间的嘛。那如果有一定空间的话，那么做起来还是相对可能安全一点，当然带着止盈和止损嘛啊，就是特别是止损嘛啊。好，那么这是一种逆转思维期嘛。好了，那么我们说了上周五啊周末的时候，这个中美两国啊加征关税，规模还是很大的嘛，因为涉及到几乎是整个的双方的这个贸易额了啊。中国是750亿美元啊，美国是5500亿啊，就是5500亿，加在一起的话大概有6250亿美元的商品啊被加征了关税。当然了，可能表面数字看中国和美国这不是一个量级的，对吧，中国只有750亿，美国是5500亿，高了大概有将近8倍了啊，高了有8倍。当然这个就是相互的嘛啊。现在是说，这是我认为逆转思维期的第一个
所谓的这个消息，就是它是这个刺激黄金的这个避险属性的最后这波上涨的第一个因素第一个因素。那么第二个因素就说第二个因素是什么，是吧？第二个因素是这个所谓的这个我想一想怎么来讲，就说第一个因素就是中美两国这一次的加征关税。那么还有一个第二次因素，比如说第二次因素它还会有一个消息，应该是刺激美元上行。那么当然从目前来看最有可能的是周五的这个数据PCE 这个数据，对吧？那可能它也许符合预期，还是 1.6， 所以会更加进一步的加深美国的降息的预期，那么刺激黄金或者是欧元上行。当然这是就是表面看，就像我们上周说的可能有些是刺激行情，可能是一个是央行年会一个是 G7 会议，其实都没有，目前来讲都没有实质性的特别大的刺激，反而是中美贸易之间刺激了一下，是吧？那么现在表面看是 PC， 也许不是，也许还是中美贸易之间的问题导致的是可能进一步的刺激市场走向一个更高的，感觉上走向一个更高的风险。那目前来看的话，这种可能性还是有的就是说我们发现一个最大的一个现在来讲这个一个问题，是吧？那么现在的话，国内现在 CPI 就是所谓通胀吧CPI 那么这个它现在非常的高特别是涉及到粮食部分的。我们知道最近新闻上都大家都会看到这个关于猪肉价格猪肉价格的话现在已经至少翻一倍了吧，咱别说更高，是吧？至少翻一倍了从这最近这段时期来讲。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价格嘛，价格是反映供需嘛，这是一个很简单的嘛。那么需求没有降低，对吧？需求没有抬高，就是短期内还是这么多人去消费，还是这么多人去买嘛。那价格上涨无非就是供给降低了嘛，对吧？这个是显而易见的事情，就是供给降低了。那供给降低的话会导致什么，对吧？那价格上涨。那导致供给降低的原因呢，当然就是因为中国的猪肉生产的产量或者对吧，它不能满足这个社会需求了。那么以前的话可能是通过进口美国的一些肉制品来去平衡这个价格，对吧？这个就没有什么好去隐瞒的。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至少从单纯从这个猪肉价格的来看，对吧？至少中美贸易战对于这个是有影响的对于我们这个现在的这个猪肉价格它是有一定影响的，对吧？那么包括还有其他的一些价格，是吧？也都会有一定影响。那么也就是说，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有人说猪肉而已，其实猪肉还真不是一个小的事情在中国猪肉，是吧？因为为什么？因为我们是一个猪肉方面是一个消费大国我这么说吧，因为我在国外，我们在国外生活也好，在其实西方他们从主要的这个食品的角度来讲，他们猪肉的消耗量还真的不是占到很大的，不像我们中国，中国基本上如果从消耗这个肉类的话，应该猪肉占一个大头国外的话其实我是感觉到更多的是牛肉和鸡肉这种肉类因为他们的这个食品结构里边鸡肉和牛肉占到很大的比重这个不难理解吧。那我们比如说我们说中国，我们去吃西餐吃什么？吃牛排，对吧？这很正常，谁听说过我们中国吃西餐吃猪排？当然也有猪排，对吧？但是就很少我们来澳洲这边我生活的时候，我才知道这个它这种所谓牛排有各种各样的，对吧？就各种名称什么都有，对吧？牛还有，当然还有羊排，对吧？他们很少吃猪排当然还会有一些鸡肉还会有鸡肉，就猪肉他们吃的是很少。所以呢，中国是一个猪肉消费大国所以猪肉价格的上涨其实对我们的 CPI 影响还是蛮高的。 CPI 就是通胀
啊，通货膨胀。那所以通货膨胀的话，如果太高了，其实对经济就不是一件好事情。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其实我还是觉得啊，中美之间贸易谈判是有基础的，还是要谈，而且从中我们来讲也是要有一个谈判的，对吧？毕竟这么高的这个猪肉价格其实是不太有利的嘛，啊，而且对于民生来讲影响也很大啊。因为我看了一下，有些地区好像现在的猪肉价格已经到了30人民币一斤，大概等于就是六十人民币一公斤吧。啊，那核算起来的话，大概要将近有12到13澳币之间了。就是说，如果按照现在的汇率来讲啊，那么其实已经这个价格已经不比澳洲这边的猪肉价格低了，甚至还高一些啊。澳洲这边猪肉价格也没这么贵吧？而且一公斤大概如果按照一些普通的一些猪瘦肉这种，也就是7-8块钱左右一 K， 所以就比我们这边还要高了啊，这个其实是肯定是不正常的啊。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讲，还是有必要谈的嘛，有必要谈的。我们也不说什么外界什么宣传说什么啊，什么什么这个中国给美国打电话，或者是啊、说这特朗普是在欺骗，这个其实是打嘴仗没意义。就说从现实来讲，还是需要解决这个问题，对吧？你不可能说这猪肉价格一直还要再涨，如果按照现在的供需来讲，猪肉价格可能会一直涨上去。难道你要涨到100块钱一公斤吗？啊，100块钱一斤，这有点太夸张了，是吧？就是那大家根本就吃不起了。那因为人的饮食结构嘛，这在这摆着。你说一下子让中国所有人不吃猪肉，这有多难受，对吧？不吃猪肉吃别的，感觉上反正是有点这个问题，是吧？有点问题啊，所以这个还是要去解决。好，这个地方我就说一下啊。那么这期会议吧。啊，可能有一个局面确实是大家不愿意看到，但是说实话，我已经调查了很多，包括外媒的一些书啊，一些这个所谓的这些消息啊、来源啊什么的，确实对中国不利啊。一定要我们作为市场参与者嘛，当然你说政治跟我们关系，你说远嘛也不远，近嘛也不近，但是我们主要是做投资嘛，对吧？那么你不管最后什么结果，投资带来的机会我们抓住了啊，我们去做了，对吧？那我们就有机会去在市场里面赚一笔钱，这是我们做投资的最主要的这个原因嘛。那我们应该尽量客观一点吧啊。那我确实是查了很多的这些外媒的一些信息，那这次的这期会议上确实啊，这个在整个他们的这个七国集团啊，以及啊周边的一些小流包也不算小了吧？你说印度算小吧，对吧？世界人口第一大国了，现在已经超过中国了，是吧？那么还有就是像埃及呀、啊，以及像墨西哥啊这些国家，是吧？他们也好像也有参与。那么就说在这个七国集团上面对中国不利的是说这些国家之间呢，他们之间的这个好像在谈判上有所进展。啊，包括我们之前提到的啊，美国和日本啊，后来的话，它包括美国和德国啊，这次的话，美国和德国之间啊也是有所放缓，也是有所缓和。就是说，因为之前的话，我们知道之前啊，美国向欧洲整个加征关旅税嘛，实际上受最大影响的实际上是德国嘛啊，我们知道，因为德国它是制造业输出嘛。对吧？那钢铝税的话，很大就会和像一些啊汽车呀这些都是有关系的嘛啊，因为那么美国的两大主要进口汽车国家啊，或者三大，对吧？那基本上就是啊日本、美国啊日本、德国和韩国，对吧？我们知道这家用轿车里边，对吧？日韩还有德国是主要的啊，日本主要是像丰田啊日产，对吧？然后韩国主要是像起亚。啊，还有一些起亚，还有什么？还有像啊，主要是起亚吧。韩国可能起亚是最大的，还有其他的吗？日本可能还有本田，对吧？德国的话主要就是大众了啊，德国主要是大众啊，或者奥迪啊，或者宝马，然后这些，对吧？奥迪就他们其实主要是啊这方面会有影响啊。据消息说吧，我只能说据消息说，可能是。啊，德国是
可能在某些方面会答应美国的要求，然后可能美国这边可能会在没有说取消关旅税，但是在豁免上可能会有所放宽。什么叫豁免呢？就是我们知道之前的话，这个在汽车行业里边，它是这么一个加征关税的方式，它是这么想的，它是说一旦进口汽车的总量达到一定的规模以上，忘了那个多少数量，然后就开始加征关税，可能在这上面会放松，可能会提高这个额度。就比如以前可能进口一年，比如假设进口大众，比如说40万辆，然后40万辆以后可能会这个加征关税，现在可能把这个额度提高一下，提高到比如说更高的额度，这样的话等于是你相对就放宽嘛，有一个豁免的这个额度就放宽了。那么这是和德国之间的然后呢可能德国这边可能会答应美国的一些要求具体还没出来，可能接下来会有那么然后它是和这个法国法国上也是有一些达成一些协议主要涉及的可能是机械制造方面的我们知道法国也是机械制造大国吧你像空客就在法国嘛，所以很简单可能在这些方面也会有所缓和。然后它跟日本呢是达成了一些农产品协议。农产品协议的话，它有人说为什么日本要去购买这个美国的农产品，对吧？那么因为美国这边是答应他，如果你购买了我的农产品，那么在钢铝税上我就会给你放宽甚至于取消豁免。因为日本的话可以讲，日本是什么国家？日本它是白电嘛，对吧？包括汽车嘛。你知道日本的话，像你知道这个很多很多家用电器LG 索尼这些，包括对吧，就是等等，日本包括我们知道这个像包括游戏机在内，对吧，都是日本的这些企业嘛在生产嘛。那这些的话其实它都会涉及到这个出口嘛，到美国去嘛，因为美国是一个全世界目前来讲还是第二大的这个消费国嘛，所以对它影响还是有的。所以它现在就是在购买美国的农产品，然后呢让美国这边在这些市场上不要给予它过多的限制，特别是钢铝方面的汽车。因为日本的话我们知道丰田现在还是世界第一大汽车制造企业，对吧？它年生产量年销售量它还是排第一的超过通用以后，对吧？还是始终排第一的，所以影响还是蛮大的所以我们大概去说一下就是说，因为这期这个会议其实我认为结果对中国是不太有利的就是因为这些以欧美为首吧，因为七个国家嘛美国、日本、加拿大、法国、德国、英国还有这个意大利就这几个国家在一起，对吧？那么这七个国家如果他们之间有所放缓，那么反过来讲对于中国就是会施压会有很大的压力那么美国要求德国中间有一件事情对中国也是最不利的，就是说他要求德国在知识产权或者是在这种中高端制造业上要和美国站在一起，对中国共同进行一个所谓的这个贸易战就是限制技术出口。那我们以前也说过，在这个当初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说有人说这个德国应该不会和美国站在一起，但是我们之前已经讲过一件事情，我们说这个中国这个高铁中国这个高铁，当然我们现在说都是我们自主研发等等等等，实际上咱们实打实讲其实不是的，因为最早的时候是有过和德国的西门子以及加拿大的这个庞巴迪合作我们确实从人家那边曾经得到过一些这种所谓的制造的技术后来的话当然通过我们的这种所谓的这个研发能力吧，或者是所谓的这个技术水平吧，就逐渐的可能成为我们的这个技术了但是本来说德国和包括加拿大在这件事情上其实对中国都是很不满的，因为本来他们认为我提供给你技术，然后中国的这个高铁市场应该有他们一份利润结果就现在可能就没有了这件事情其实对加拿大还好，其实对德国影响是非常大的，因为因此的话这个默克尔因为这件事情曾经公开就已经公开发表了一次他的讲话，那是很早以前了，然后你也通过了一个法律就限制
德国企业对中国的技术出口。啊，这件事情其实当时闹得还是很大的，当然在国内的话可能会没有被过多提到吧，其实在国外是非常大的一件事情。啊，那么所以这件事情上，如果因为之前的话就是德国始终不答应美国嘛，因为德国美国之间也是要搞德国嘛，现在如果在这方面事情如果他们之间也有缓和的话，其实对中国也是很不利的。啊，因为从制造业能力上来讲啊，确实啊，西方来讲就是美国和德国之间它的能力是最强的。啊，我们知道很简单嘛，像我们国内的话，我们国内比如说像印刷设备，我们一说印刷设备就是提德国海德堡，对吧？印刷机一提印刷机就德国海德堡，因为它确实是世界第一大印刷机的制造商，对吧？那我们在国内的话，我们多少企业你可以去看印刷厂用的都是人家的设备，啊，用的都是人家的技术，对吧？那这些会不会被限制？啊，如果被限制，其实对中国影响还是很大的啊。很多的话，这种所谓的精密仪器，这种自动化设备，其实不是这么容易去复制的啊。特别是后面的话，一些零部件的一些所谓的一些啊一些配套的一些维护保养啊，特别是一些零件，你并不是这么容易就好复制的啊。好吧，那这个的话我就说一下，所以有可能因为这期会议啊。给中国我们有一定施压，所以不排除啊，接下来美国可能会有更激烈的手段。就像我今天这个所谓的这个视频啊，昨天实际上是小燕姐分享的啊，其实在国外我看新闻上已经写过了，就是母亲接受采访已经说了啊，她中间提到一个最关键的词啊，就是所谓总统有权利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啊，他特别提到了这是总统的权利，啊，他什么意思？就是这个权利，他是不用和议会商量的，他就可以直接宣布，啊，美国进入国家进入紧急状态。而且他的前提是说，啊，他的前面那段话讲的是说，是啊，就是因为和中国之间的贸易不平等，贸易谈判的这个迟迟的没有进展，啊，然后呢，啊，然后。美方加征贸易关税以后，中方啊现在又有报复措施，就是举个例子啊，然后呢，这是从他角度来说的。那么他认为啊，可能如果接下来因为有个记者发言嘛，记者提问嘛，会不会有更加激烈的这种对应的措施提供？然后他说，这是总统的权利，总统有权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什么叫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呢？啊，这个其实来讲，举个例子啊，当年和伊朗断交，就是当时的总统啊宣布啊美国进入紧急状态，直接和伊朗断交啊，然后撤出整个大使馆啊，人员啊，当时是这样，所以最严重的就是这种事情，所以在外媒上曾经，这不是已经有消息出来了吗？因为通过母女亲这次讲话已经暗示了，如果中美贸易之间还是不能达成协议的话啊，迟迟在往后拖的话，可能特朗普会宣布美国进入到所谓的啊国家进入到紧急状态，那么他可能会和中国硬脱钩，所谓硬脱钩就是在贸易上彻底脱离开啊，甚至于在政治上啊，当然我们不希望这种状态看到，但是就是你们知道这件事情就好。说有一天真的有一天突然起来看见新闻说啊，美国宣布啊和中国中断贸易啊，比如说也如果到什么什么时候啊，大家别觉得奇怪啊，这个已经是可能到这个地方，所以啊这期会以后我觉得啊。有可能是导火索，就是接下来可能会美国这边会采取更加激烈的，因为很简单啊，这个道理就比较简单，因为之前有一个我们不知道有没有人发现这个事情啊，就是之前的话在中美贸易这个问题上始终是我们是被动的。什么叫我们是被动的？就是之前都是美国采取行动以后我们跟随，好理解吧？比如当年这个当时这个美国加征500亿关税，中国跟，是吧？啊跟，那么然后后来美国又提各种条件
啊，然后又加征关税，中国再跟。这一次有点不一样，这一次是什么呢？中美两国是，你看，先在上上上周啊，中美有一个对话，也导致了那个美当时黄金那波500点下跌嘛，对吧？然后感觉上好像两个国家缓和一点啊，结果突然之间中国先宣布的加征关税，这一次有点变了，有点变了，就相当于是我们先行动起来，我们先加了关税，然后美国再加，现在这个角色变了，之前是一直是美方那边先加，我们跟或者我们不跟或者我们言论谴责，这次反过来了。啊，这次反过来了，这点有点不一样是吧？有点不一样。然后呢，也就是说，按照特朗普的性格来讲，你觉得他能忍这件事情吗？啊，没法忍。那为什么还没有立刻的措施呢？不是，因为这个他当时正好，你看中国加征关税是上周五嘛，上周五的时候去加征这个关税嘛。那当时他刚好就在，我不知道是在飞机上还是已经到了法国嘛。23号的时候已经到法国是吧？那么到法国以后的话，落地嘛，可能就是中国这件事情，然后他只能先去处理这期嘛，所以他就临时说啊，出了一条这个关于把这个啊5500亿的美金的商品加了5%嘛啊，那么我觉得他可能在这几天可能还有可能会进一步的措施，也就是说他可能不是喜欢那种被动的。那这一次的话，其实中国是把它搞得很被动，因为在头一天，就是在中国加征关税的时候，你们可以看记录，在周四的时候，他发推特还说了啊，还说中美之间的谈判还是比较好的啊，进展的还是比较顺利，他还发了一条这个，然后结果转天被中国打脸了，你说他能忍吗？啊，所以这两天小心一点，万一他又发起疯来，又干了什么事情啊，这个都是有可能的。好。OK 啊，那我就大概我把这个基本面说一下，也就那我们看下技术层面啊，技术层面的话，黄金昨天我们解完盘啊，解盘其实解盘以后也没怎么动吧，就是大概30附近吧，晚上啊拉升一波，白天跌回来一波啊，所以呢按照昨天我们解盘的时候大概是28啊或者29，现在是35，就略微涨了一点点。那我的看法是说，我还是在等，我觉得它还有应该会有下行，但是我是没有打算做这波下跌的，啊，我还是觉得它会有拉升，所以当我觉得还有短期拉升的时候，这个下跌调整我就会耐心的去等它，看它一下。那现在的话，它就是白天啊跌了一波，跌到这里了，对吧？形态上感觉上是要上冲的，但是要考虑昨天啊这个上涨当中，因为它洗了空单，但是没洗多单，因为它没有下破嘛。比如说在这个地方以后，他比如做多的人，因为他没有下破，就没有下破这个点，那就很难被打掉止损，对吧？所以他可能是有盈利的。那现在就变成什么？现在可能盈利持有是吧？假设在这个区间内啊，盈利持有到昨天晚上可能有十几块钱，有可能有人不平，他不就下来了吗？现在变成5-6块钱，所以呢，我觉得他昨天洗完多单了，那今天该昨天洗完空单，今天就该洗多单了吧？啊。那么洗多单对吧，那么可能有人追，有可能之前做，所以它下破的概率就还是偏高的，但是一下破我觉得就该启动了，就一下破就该上涨了，就是这是我的心里的一个感觉啊。那么看一下这个形态啊，就是这个形态，然后你看这个地方有一次5分钟的支撑点，这是早上起来啊，这个地方也有一次5分钟的支撑点啊，这是在昨天凌晨，也就是说昨天和前天和昨天啊晚上或者早上都有两个5分钟的支撑位，但是都失败了。虽然今天早上起来这个地方啊略微的高一点点吧，非常少，高了也就1毛钱都不到啊，几分钱啊，高一点点，然后打下来，对吧？那我觉得第三次。就是如果今天晚上我做了多单，到明天早上起来，如果有第三次到5分钟这个支撑点的时候，我觉得是个短线买入的机会。就说第一次、第二次没有冲起来，到第三次啪就冲起来了。所以今天晚上我从现在开始一直到，因为现在刚12:30嘛，连这个欧盘还没开盘呢，欧洲现在还是凌晨嘛，对吧？大概早上起来5点多，对吧？还没开始，这是亚盘运行，那这是。欧盘对吧，欧盘到美盘整个运行，看它怎么做这个回调形态，然后看它怎么上冲。那么如果有上冲，我可能会短线先买一笔，然后呢也许会平也许不平，但是如果到明天早上起来有这样同样形态，甚至我会考虑再做一次多单。
然后这样的话它就是末端加速行情。什么叫末端加速行情呢？之前也发生过啊，末端加速行情就类似于这种，你看，类似于这种，看，它呢可能之前啊有过，你看，五分钟的调整位置啊失败了，五分钟的调整位置失败了，到这一次它成功了，它就一波冲起来，有几百点的空间啊，当然后面又下来，那这是当时我们做了一次空单没有平嘛，然后拉起来我们有接回来对吧？接回来可能下来的时候，或者是先平出接回来爬下来。但是咱不说之前那个话，就说现在这个，就说现在这种情况，包括比如说这种形态下啊，它再转一天啊，比如说走到五分钟，它就启动了一波。所以我觉得明天可能会有这样的行情出来，大家可以耐心等一下啊，这是我心里所想的啊。所以我为什么没有做调整？就是我认为做多可能空间会更好一点啊。当然你要有同学说，那我现在能不能做空？反正昨天就之前就讲了嘛。之前这个点位，对我说回调十五分钟支撑，那它确实没有冲就直接回来，所以刚好砸回来到这里啊。我昨天一直撑着，然后上来，对吧？那我觉得今天可能会下来啊。下来有人说，那会走到哪里去呢？因为现在的话呢，我觉得是十五分钟图，但是现在小时级的话已经跟到26.52了，看到没有？小时级已经跟26.52，其实都已经比啊这个。这个低点还要高了，所以我现在先不考虑周期了，我们就说形态。如果这个形态的话，它能够这样的话，就是能够啊，按照我们这现在的心理想法，就是它下砸啊，做末端买入，夜里它拉升，明天早上起来啊，分钟回调再跟单啊，然后一波上冲。他可能就直接冲破那个155啊，然后就跑上去了，好理解吧？所以呢，就是这是我现在心里头的行情。那其他的市场，欧元几乎没动啊。他说现在八级，昨天我们解盘的时候啊，昨天我们解盘是在这儿吧，对吧？ 1.11， 人家是 1.1085， 这一共就十几个点，对吧？这是我觉得是没什么操作价值的啊。当然，你做纽币的话，可能会看到它已经破位了。啊，就是啊，继续持有的情况下，它破掉了这周一早上起来的高点啊，不低点啊，40，现在已经到6337了啊。理论上的话，现在已经算是又一次下破了，对吧？那么澳币的话呢，就还没下破，澳币的话还有一点距离吧。所以整体上来讲呢，就是澳元对纽元会啊上冲啊，又冲上去了。所以呢，它这个行情啊，就如果是这样保持的话，你可以看到，如果它冲到1.0731。大概率我觉得是纽币下跌会比澳币的幅度高，那现在已经把那个引线破掉，是不是有一个新的下跌，所以持有啊，就不管了。我现在就这种心态，就是我不再受任何的影响，除非你告诉我你有明确的下跌下冲啊。然后呢啊，就是怎么讲呢，就是我才会考虑啊，就是说你可能会有反转信号，现在我就耐心的去等待啊就可以了。现在慢慢，现在已经到了我们的空单已经到了将近600点了吧？啊，现在应该已经快有600，因为我是6324让你们我是6324-27进的，你们应该比我还好一点点。再加上最近持有的话，现在从那个空单的话，还有一些隔夜利息来讲，你都加进去啊，隔夜利息来讲加进去的话，可能也会有几个点啊，也会有我想一想，没几个点吧，反正也有个。一两个点，我没有去计算，可以回来看一下，我没注意看这个隔夜利息有多少。但现在的话，因为、哦、这个纽币的降息嘛，可能隔夜利息还会大一点点啊，所以这个地方就啊形成这样的一个形态了啊，所以就耐心等啊。然后呢，日级啊现在慢慢下破啊，现在离最低点6.6195已经还有140点，那今天的下跌幅度到现在0.38。啊，也并不大，对吧？也并不大，所以就耐心吧。形态上我只要感受到了，我会考虑平，对吧？现在没感受到，就先持有。好，其他的市场啊，美元对日元啊也比较有意思啊，就回到横条了。所以呢，今天晚上，比如我们假设我们预判黄金还会有下冲，对吧？它预判黄金啊还会有下冲啊，还会有下冲。那么美日可能会上涨，也可能不涨。不一定说是黄金这个下冲每日就一定会涨，不好说。但是如果黄金有上冲，我觉得每日下跌的概率会高。
每日下跌的概率会高。然后呢，黄金的话可能会在明天早上然后选择冲破今天的冲破周一早上起来高位的这个单子。那这样的话刚好它下来一波，它正好也是对上周五的那个整个这个多单进行一个洗盘。因为上周五到了晚间的时候，如果有人挂破位买入单有人说没人在那边做，但这个时间是美盘的时间，好理解吧，这是美国时间，美国这个时间刚是下午三点钟美国所以破位以后这个多单大概就27这个位置，所以刚好它也是对这个地方进行一个洗盘所以呢下来以后再看所以呢今天可能也许波动率还是会比较大的，就是上午开始到一直到晚间欧盘欧盘美盘可能都是下冲，到美盘是啪又起来然后做形态然后再上冲我觉得这是有这种可能性的那么我们就耐心的去等好吧。其他的到了 PCE 数据的时候我们再观察如果今天到明天就已经冲上去了，反而是 PCE 数据可能给打下来就这个是要根据市场的变化我们才能够去做一个预判做一个当时的预判，然后再看具体的形态把心态归零，反正一波是一波吧那剩下的话就是像纽币就没什么，因为今天纽币为什么跌破对吧，因为之前早上起来的话你可以看到它下跌的时候是在今天早上起来它其实是一路下跌的，就是从今天早上吧大概就是这里吧差不多就是这边开始开盘这开盘今天对就这里开盘开盘以后它就下跌下来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早上起来这个新西兰联储主席讲话了新西兰联储主席讲话的所有的这个点吧就是基本上他都是提到了这个就是降息货币政策等等，他提到了货币政策依然有效，意味着什么，就是持续降息嘛，他之前讲的货币政策就是我们要进入到降息通道降息通道，然后呢我们要经济修复，我们承认我们的经济下滑然后我们承认我们的通胀走低我们承认我们要进行不断的降息然后刺激经济，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没有反弹然后就下跌了，所以之前的反弹呢就是一个洗盘小洗盘然后又继续下破了是吧，所以呢现在就说它可能会持续的下行，所以按照这个来讲的话，假设澳币的跌幅不是很大，纽币要去破 1.0731 现在还有100点还有100点对吧，还有100点，假设我们认为澳币在这波下跌当中它会破一下这周的低点那破下这周低点它的现在到那个地方还有大概50多点，就 0.8好理解吧 ,0.8。它跌到这儿是到 0.8 的下跌幅度。假设纽币还要从现在这个时间点比澳币多跌 1% 的话，那么纽币就要再跌 1.8。差不多可以这么理解对吧，从现在开始 ,1.8 就 2%, 就120点。120点就接近到前面的 0.6195 了。这还是只是单纯的预期，如果这个阶段里面依旧感觉不到有做空的力量就继续吹。它就可能会真的就破下去了破下去以后就然后涨就当破下去以后我可能会开始找细节里的周期，然后我觉得这个周期走完了我们就平，具体后面还有没有空间可能就不知道，但是至少这一波整个交易来讲已经达到目的了从 0.69 也许最后真的能走到 0.59 甚至于 0.58 基本上就达到目的那相当于整个会做到现在我们已经做到了将近10%了吧当然没到，应该是700点是10%对吧，现在已经做到了差不多已经有9%了就整个这个下跌行情是吧已经有9%，然后就再观察一下好吧。其他的品种每日我们说完了然后
欧元说完了啊，然后说一下英镑啊，英镑的话又拉升起来了，其实它就是反复震荡吧，这个形态啊，昨天到现在又上来了，然后呢，当然破了一点点，又停顿了，它会不会再下来，不好说啊，这个就是说，今天吧，可能也没什么英国的消息啊，也没什么英国的数据，但是我说了一点，就是这期会议以后，就防着这个 Boris 讲话。哎，因为他这期会议，他这期目的就是因为整个来讲脱欧这件事情啊，因为这期会议里边法国、德国、意大利啊都在啊，那么这就是他跟欧洲谈判的主要的这些啊这些国家嘛，对吧？然后又加上美国啊，美国在中间搅局，对吧？那如果美方给他信心说你去脱欧硬脱欧，那我就支持你。那他就有底气，所以呢，这次完了以后的话，就是今天小心一点，可能会有他的发言啊，而且这家伙跟特朗普一个性格的啊，有什么说什么，也不带藏掖啊。他如果是说啊，觉得啊，我还是要维持虽然是硬脱欧这个态度，那他可能就会发表讲话。有人说这种讲话有时间性吗？就没有时间性，但因为你们应该想起来之前。在那段闹的脱欧事件闹得最凶的时候，哪有什么时间性啊？一会儿啪投票了，砰上来了；一会儿砰又投票，啪又下去了，对吧？那一晚上折腾来折腾去，而且他没有具体时间点，宣布结果，他可能是你看十二点，他可能十二点半、十二点四十，他可能宣布，啊，这个就是所谓的，就是说他可能是这么一个态度，啊，好吧。那么明天的话呢，啊。看一下，明天也没有什么英国的消息，所以这个地方要防范它，而且它刚好呢，现在就是在黄色均线这个地方能不能上破啊？虽然它走到四小时均线上方去了，但是现在日记偏离，它现在走到啊三十四节，它如果一个消息打完，啪出来打阴线，我觉得正常啊，所以大家还是要有耐心吧啊，等到，因为按照时间表来讲。啊，十月三十一号，按照之前他讲的嘛，十月三十一号是最终时间，就两个月。这最终时间就他的态度就很明确，到那个时候协议没达成就硬脱欧，协议达成了按照协议履行。啊，还有两个月的时间，对吧？那么我觉得还是等得起的吧，好吧？那目光的话，就我认为是看一下欧元啊，也许我盘感出来的时候，我可能就会做了。但是现在还没有啊，所以就耐心等啊。好了，基本上就这样。所以你们今天看一下我刚才对黄金的分析啊，就知道之前有两次感觉上五分钟有支撑，冲都失败了，第三次可能会成功啊，第三次成功可能就又是大阳线啪拉起来啊。然后呢，那就下跌调整看着挺快是吧？那就把它当成是调整，然后这是横向结构对吧？等等吧。因为他现在走这个位置刚好就是昨天上冲回来，就是昨天可能有做多的人，比如说是怎么样，或者是今天有一个最多的短期多单有一个洗盘让你们出去，那有人说为什么没有跌下去呢？可能有长期多单没有平，有些是做长期的嘛，那没有平可能人家也是要扛拉回，或甚至扛从盈利扛到略微亏损然后再盈利，这都是有可能这个市场里啊。然后现在就要耐心了，可能一直到欧盘到美盘开始再重新波动，我们再观察啊，再观察整个市场的这个啊这个运行的这个轨迹，然后如果晚上有合适的位置，我就会考虑大家啊买入啊，就是这样，然后就整个来讲就停止它啊，就是我们就考虑买入，然后呢就等到明天甚至到晚上的拉升，一直到明天我们再去冲高去买。啊，就有可能啊，就很大可能性会，我心里想的是这个形态，好吧？其他的话，纽币没什么，就继续持有吧。啊，这个就是趋势性行情，没别的，这就是基本面趋势性行情，它就是这样来的。啊，现在这周啊到，因为之前的话呢，这一波下跌一共从最高点啊到这个低点，一共中间是。十周的时间，那么从现在这个地方到现在只有六周，是吧？这不是十周嘛，这是六周，中间
调整算的话，调整的是大概有9周的时间吧，看哪个高点算吧。如果是从这个地方算到这一周，那就是9周，这是下跌第一周啊。这一周呢，高点啊比这周低一点，所以这周是最高点，所以调整的是9周，下跌是10周。那么这一波呢，没准还比他们还要长呢啊，所以我觉得是正常的啊，就是趋势性，耐心吧，好吧，其他的就没有太多内容了啊，是因为基本面上上周已经都完事儿啊，这周的话就等 PCE 数据，当然这两天也有一些人讲话吧，但是我觉得无足轻重啊，无足轻重，让等到还要等到什么呢？因为是这样，一般9月20号这个美联储会议之前的隔一周，就是比如说美联储会议是在啊9月20号左右吧举行啊，我没看具体时间，反正就那个时间吧，每年都是这个附近啊。然后他等于是在当周，那些官员不讲话，是在上一周，也换句话讲就是大概在9月10号左右开始啊。然后包括鲍尔主席以及所有票委都会在某些场合去发表一下讲话，就是然后这个相当于市场透一个风嘛，就是他们要干什么，然后要市场有个预判嘛，所以离那个时间点也不远了，因为今天已经8月28号了，过了下周非农以后就是到那个时间了。啊，过了非农以后，那一周应该就是他们集中讲话的时候，到时候就能看出来啊。好，基本上就是这样的，好吧？给大家留个10分钟的时间啊。欧元没办法啊，昨天有人问欧元怎么就不动呢？也不动就是不动，这个你不能强逼着它，这就是市场啊，它可能就是这样，然后啪又回来了。啊，然后或者是今天还就不动，或者是比如今天又略微拉一点点，又回到了这个位置上，因为现在完全看不出来方向了，这个地方就很难做判断啊，这个可能一定要消息面刺激啊改变它，但是我觉得这就是行情嘛，潜在的行情嘛，就是你这样的走势，市场近乎波动率近乎为零了，那它也就离大行情很近了。但是这中间有个时间，就看有没有人耐心，有耐心啊，等到这个公布结果以后啊，等到这个结果出来以后，它的行情就开始发动，好吧 ？OK 啊，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提一下啊，差不多10分钟的时间吧。黄金啊，黄金就等一下吧，好吧，因为我做交易都是这样，我要认为它洗完盘了，然后也没有可变性的，像昨天这个地方虽然它也是支撑啊，它确实是支撑，包括今天昨天夜里这个点位它算，但是这都太晚了，在这个地方呢是大概就是美盘前后嘛，它进一步拉升，但是我这个地方我是没有判断出来它是要一波上涨还是要调整，这是我在等的嘛。啊，我认为是你要，我的想法是你调整下去我再买，但是呢他也算计到我的心里了， OK， 那你就算计吧，那我不做不就完了吗，那么今天我再去等吧，对吧，我只要我的逻辑等到成立那个时候我就去做就好了啊，这就是我做短线一种思维。就问那个，我白天在图形里，在群里面截的那个是铁矿石价格。我之前解盘师说过，我说铁矿石大概7月份见顶嘛，然后呢，7月份大概7月10几号的时候，就刚好是转换主力月的时候，大概7月20号左右吧，然后见的顶。然后现在的话，价格已经就跌到了将近，已经跌回到那个之前那个4月份拉升的平台下方去了嘛。刚才的话今天啊，我看了今天还行吧，就没有太大跌，但是啊连续已经有6、7周的这个下跌了啊，这种就是逃命波啊，所以我在讲说黄金
啊，黄金就是这个拉升，啊，这个拉升会不会也是逃命波？我觉得是有可能的，啊，我觉得是完全有可能的。如果这个是也逃命波，你就看铁矿石那个层下，将来可能黄金上也会有。当然这个可能说出来可能会夸张一点，难道黄金也可以啊这个上来啊从这里上来对吧？啊，这有一个平台对吧？啊，这个平台一共七八个月啊，然后上来，然后它还可以真的两个月就跌破这里，啊，你看铁矿石有没有？铁矿石真的有啊，就一个多月，还都没两个月，因为它从7月20号开始的嘛，现在刚8月20几号，就一个多月的时间，然后就跌了差不多有多少？现在是600，从900多跌到600，跌了差不多40%的快，啊，30%多吧，对吧？那这个要下来啊，那也跟泼水一样啊，这就考验心理吧啊，只能这么讲。铁矿石价格是跟为什么看铁矿石价格，就是铁矿石价格它跟澳币的走势是很有关系的啊，因为铁矿石的价格它可以这么讲，铁矿石价格就是澳洲的贸易账。好理解吧？啊，贸易账有两个数据啊是值得关注的啊，就是一个是量，一个是价，好理解吧？就是如果量在升高，价也在涨，那么澳洲贸易账会上行。就是我说铁矿石影响的澳洲贸易账啊，就是出口总量在升高，然后矿石价格在上涨，这个时候澳洲的经济是非常好的，参见2010年到2013年这段时间，就是当时就是中国的需求旺盛，澳洲的铁矿石出口大涨，然后当时由于供给还不足，所以导致铁矿石价格进一步上涨啊，这样的话当时是量在涨，价在涨，所以澳洲的贸易账当时是非常好，所以当时才出现了澳洲很多年以来最好的经济情况，对吧？澳币一度涨到 1.07， 就是一度比美元还要高。啊，什么叫？那么另外两种情况就是，价跌下来，但是量上涨，那这样的话就是贸易账是平衡的。还有一种就是，价上去了，量下来了，也是平衡的。但是最怕的就是价也跌了，量也跌了，价也跌，量也跌，那这贸易账就完蛋了。所以这个地方是比较重要的啊，这个地方是比较重要的。好吧，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这些都是要，对，都是要看一下，就您可以了解一下啊。之前就讲嘛，这不是一个逃命的嘛，然后它等于是引诱了一波空单止损，加上末端有多单进场，然后又砸回来了。这样的话，它就这种行情就触发了嘛啊。触发以后的话，相当于怎么说呢？就相当于它等于是触发一个这样的一个波行情，然后导致了这个市场里边啊形成了一个这样的一个结构啊，这种结构其实是很大的这种对市场的影响啊，从供给到需求都有影响啊，从流从啊这个
所谓的这个需求方到中间的流通商到生产商影响都非常大，因为它价格变动太快了。好吧，那如果大家没问题，那我们今天的解盘就先到这里啊，然后留意吧，啊，留意今天的一些机会吧，啊，好，那我们今天先到这，谢谢大家啊，那么明天见啊。